在纤维里面，好似江河汇聚，而且里面的肉筋被内力打碎，入口极致松化，再配合用火云掌煎成的糖心荷包蛋，哇，这叉烧太棒了！尘世间没有形容词可以形容它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让我吃到一碗这么好的叉烧饭？如果我以后吃不到怎么办呢？啊！